没热水呀。有瓶瓶罐罐什么的吗？给我点杯。已经冻到没有知觉了，拿不住扫把了。我出来体验一下生活没什么问题吧。这份饭您就趁热吃吧，阿姨。姐姐，我好冷。我想读书，走出大山。姐姐，我的衣服坏了，好冷。穿好这件衣服就不会冷了。今天早上爬山上学时摔倒的。你一定要好好读书，走出这座大山。我看不到，能给我找份工作吗？我只想养活我自己。我是残疾人，我生活太穷苦了，可以帮帮我吗？这两个需要帮助的人，麻烦你帮一下忙。这个妞好看，刷个火箭呗。这狗，快赶走它。以前救人留下的伤口不碍事的。你愿意加入我们，一起为大家播撒爱心吗？